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诸位沙弥居士，以及在网上同步收看直播的各位莲友善知识，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看《往生正因》第25。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我们昨天呢，讲到这里，这一段是属于啊，尽持精戒二力得生啊这一类的人。那么昨天讲到了持住境界，坚守不犯。这个戒律是佛法一切行门的基础，不管是修哪一宗哪一派，都不能够啊忽略戒律。如果将戒律忽略了，这就不是啊修行佛法了，而会入魔道。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章就把这个道理啊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一段昨天已经啊说过啊，那么这里呢再补充，藕益大师昨天讲的啊，是持戒念佛本是一门。那么印光大师，这是净宗第十三祖，在他的旨要啊《净土旨要》一文之中，也给我们呢指示：凡修净业者，第一，要延迟境界，第二，要发菩提心，第三，要具足信愿。印祖说到的净土旨要这三条，跟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是异曲同工。那么印祖讲了三条，无量寿经这个第一类往生正因呢是讲六条，其实只是开合不同。比如说这个六条当中第一呀，是闻此经典，受持读诵啊，就是闻持本经，那这是明理啊，在解门上能够信受，然后昼夜相续求生彼刹，
这是发愿。啊，那么就是印祖讲的具足信愿。啊，信从哪来呢？要闻持此经。你不闻经，啊，不明理，你怎么可能有真信？信了之后还要昼夜相续求生彼刹，这个愿才是啊真实啊，不是啊一会儿发愿一会儿又退心啊，这个露水倒心呢 这样不能往生，叫信愿要具足。那么底下第三条发菩提心，就是净宗啊旨要里面的第二条啊，也是要发菩提心啊，这是净土修行的一个关键啊。那么接下来呢，印祖第一条是延迟境界，就是这里第四条啊，延迟境界坚守不凡啊，所以印祖讲的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同啊。那么第五，扰意有情，所作善根，细施与之，令得安乐，也可以归入延迟境界的范围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戒有三句境界啊，第一是律仪戒，就是这里讲的持诸境界坚守不凡，这主要侧重在啊律仪戒啊，讲啊诸恶莫作啊，誓断一切恶，无恶不断。那么饶益有情，所作善根，细施与之，令得安乐，就是讲到的设善法界和饶益有情界啊，这同属于啊戒律门啊啊，所以印祖讲的延迟境界就应该包含着啊三句境界的内容。该断的恶一定要断，不断那就是犯，该修的善一定要修，不修那也是犯戒，犯的是菩萨戒。那么修行净土的人必须以菩萨戒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能光以声闻律仪戒来要求自己啊，因为净土是大乘法门啊，不是自了汉，所以就要用菩萨三句境界来要求自己。那么发菩提心是能够感发菩萨戒的戒体啊，无论你是受什么戒，纵然是受声闻的戒法啊，像居士的五戒八关斋戒，戒法是属于声闻啊，还有出家的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那么这些戒法虽然是声闻戒法，但是我们是发大菩提心感发的戒体，所以通通属于菩萨戒体啊，不能够只认为它是小乘。所以偶一大师讲过，大小律仪皆是以发菩提心为体的，就是为戒体的。大乘的律仪，那菩萨戒啊，当然要发菩提心感的戒体
啊，小乘的律仪，五戒、八戒、沙弥戒、比丘戒，也当然是以发菩提心感的戒体。所以通通都是菩萨戒的戒体了。只不过是声闻戒法跟菩萨戒法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菩萨戒发心是尽未来际来受持，不是这一生。而声闻戒法呢，是邀约的期限呢，是尽行受。当然像八关斋戒只是一日一夜，时间有长短之分，但是体上一样都是以发菩提心为体。这一点藕益大师说明的非常清楚。那么所以饶益有情这也是我们净宗学人必修课。饶就是丰饶，以最丰饶的利益供养一切有情众生。所以修行一定要以利他为我们的指导原则，不是搞自私自利的。如果说修行觉得这个境界这些众生实在讨厌妨碍我的修行成天到晚障碍我，这样的心态那不可能往生净土。为什么呢？与发菩提心违背没有饶益有情的这个心态谭鸾大师往生论注里面讲净土二乘种不生二乘是指声闻缘觉，都是没有发菩提心这些人不能往生净土。净土是什么人能生呢？发了大菩提心的，纵然是凡夫，大心凡夫仍然可以往生如果没发大心，只是在断正烦恼的功夫上了不起甚至能够断见思烦恼出离三界了，证阿罗汉果了，能不能往生呢？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靠自己自力断见思烦恼只能感得这个四圣法界的相似的净土，不能入一真法界。而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一真法界你光断了见思烦恼不行，你还有尘沙无明没有断，所以你生不了净土。那我们呢，为什么连见思烦恼都没断就能往生？这是靠阿弥陀佛接引。那怎么才能靠得上阿弥陀佛呢？自己要真实的发起大菩提心，要发愿饶益有情虽然自己没有能力真正能够饶益有情，然而不能没有这个心有心无力可以往生，有力无心不能往生这个道理要懂有这个心是真诚的发起饶益有情的心，
那当然一定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啊，如果这当中有所保留，这就不是尽最大的能力了。啊，一定做到啊，尽心尽力，就叫功德圆满。啊，这个就是要感得佛菩萨加持。过去我常常讲一个故事来鼓励大家发心。啊，释迦牟尼佛过去曾经啊有一生做过一只小鸟。啊，这个小鸟非常的善良。有一次山林里面呢发生了大火。啊，那火势很猛。山林里面的走兽啊都没有路可逃。这小鸟看到了啊非常的忧虑。一心的就想赶紧要把山林大火扑灭。啊，怎么做呢？啊，水能灭火吗？啊，所以他就立刻飞到附近的一条小河那里。啊，用他的翅膀沾了一些水，然后又飞到了这个啊山林上空，啊，在火势最猛的地方啊，把他的翅膀上的水抖落下来，啊，当然那火还在烧，他又回到了河那里，又用翅膀沾了水，然后又飞回火的上空，啊，就这样无数次的啊，用他的翅膀沾水去灭火。啊，那么结果我们都能想象的出来，能不能灭火呢？啊，当然不行。啊，最后这只小鸟啊，已经是筋疲力尽，啊，就倒在了地上，啊，就奄奄一息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天上的天人用天眼观察，啊，在地界居然有这么一只菩萨小鸟，啊，舍己为人，啊，为了救火而能够啊不惜生命，所以非常的感动，啊，于是天人就用神力将火啊灭掉了。那么这只小鸟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啊，看到山林的火终于灭了，啊，心里就非常的欢喜，啊，就断气了。断气了之后神识立刻就升到了倒立天，啊，那这只小鸟就可以足以诠释饶益有情这种发心。啊，我们凡夫确实没有能力啊去救众生。啊，众生的这个业力啊如同山林大火一样。啊，那我们呢啊在这里啊不遗余力的持戒念佛修行啊讲经弘法，这个功德给众生回向。可以说好像是啊这个小鸟用翅膀的水在扑灭火那样。啊，但是我们不能不做啊。啊，不做那就没有这个心。啊，有这个心而没有这个力不要紧。必定能感得三宝加持。啊，佛菩萨来护念，龙天善神来帮助，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去灭火，靠三宝威神，靠龙天护法之力去帮助众生，可以普度众生。啊，最后我们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啊，如果我们畏惧困难，啊，
啊，觉得众生的业这么重，我怎么能救啊？啊，戒法已经衰了几百年了，我怎么能够复兴啊？啊，现在众生都是搞杀盗淫妄，怎么能让他回头啊？哎呀，算了吧，我自己念佛求往生就行了。哎，这样的心，实际上啊，这菩提心就退转了。啊，菩提心退转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华严经》上讲，妄是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不要说不发菩提心的，纵然是你发了菩提心，结果你见到众生的境界呀、啊太难度了，你就退失菩提心。那你再修任何的善法，包括持戒念佛，也是善法，是名魔业。这华严经讲的就不客气啊，这是讲真实语。那这样的念佛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因为没有发菩提心，或者发了之后退失菩提心，都不能感得净土的果报。无量寿经里面三倍往生都是强调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只有一向专念，你没有发菩提心，正因当中二缺一啊，只有一半不行，不具足啊。那反过来，你发了菩提心啊，为度众生，为护持正法，能够不惜生命啊。这个心是真诚的，纵然你念佛功夫很差啊，只能念十念啊，但是你这个心是至诚的，这个十念超过人家念个十万啊。当然有这种至诚心能念十万就更好了啊。那不能两全其美呢，那宁可发菩提心啊，念佛念少一点，不会成为往生障碍，只是往生的品位啊，可能没那么高而已。啊，品位高下在你念佛持名的深浅。啊，这深浅也不一定说是多少。啊，念的多不一定是深，念的少不一定是浅。你看那五逆十恶临终十念的啊，那莲池大师判他们是理一心不乱啊，那才深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至诚心啊。所以啊，这个至诚的菩提心啊，饶益有情的心非常重要啊。啊，往往啊，这个一万个人念佛往生只有三五个人，为什么呢？只有这三五个人才真实做到了发菩提心饶益有情啊。那9995个啊，都是啊只有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啊，还有自私自利啊，在帮助众生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保留啊，像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啊，就没有救人之勇啊，啊或精细明解啊等等啊，种种的考量，所以不能够发起这种勇猛精进的度众生的心。所以菩萨要真实的利他啊，这就是普贤行愿品当中讲到的恒顺众生。
啊，心愿品中经文这么说，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诸佛，若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普贤行愿品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敬宗学人应该把它作为必读的课本，它也是净土五经之一，它是华严经的精髓。你没有时间读华严经没关系，读这个普贤行愿品就是最后一品，就等于读到了全部的华严经。那么普贤行愿品主要是讲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十大愿望里面的恒顺众生这一愿，是讲菩萨如果能够随顺众生，随顺众生种种的好乐根性，而能够为众生说法度化，令他们渐渐进入菩提大道。能够这么做就随顺诸佛了，因为诸佛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诸佛也是这样实现的。我们要学佛做佛弟子，那就是学着佛那样做，佛能够随顺众生度化众生，我们也随顺众生度化众生，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所以你怎么能礼敬诸佛？你对佛有没有恭敬心？你对阿弥陀佛有没有恭敬心？是不是在尊重成事？就看你的行为，你能不能对众生尊重成事？如果你只对阿弥陀佛尊重成事，只对释迦牟尼佛尊重成事，众生就不管了，众生需要你帮助你也不管，我这边要尊敬佛呢，要成事诸佛呢，没时间搭理你，这像是成事诸佛吗？错了，经讲的这么清楚，你能够对众生尊重成事，才是尊重成事如来。那如果你不要众生，只从成事如来，那说明你那是虚伪谄取之心，巴结讨好的心。佛因为本事大嘛，威神广大，他能够常常给我利益，所以我就要尊重成事嘛。众生自身都难保，他怎么可能给我利益？就不去帮他们。这种心哪里是菩提心呢？那如来也细致细见，你是什么心怎么能瞒诸佛呢？所以我相信诸佛也不会给你利益。为什么呢？你这个巴结讨好，实际上再给你利益，就养成你那种巴结讨好的心，害了你。你反过来尊重成事众生，成事就是服务，尽心尽力的为众生服务，你不用求佛加持，佛一定都暗中加持你，龙天鬼神都护佑你，一切都是用心去感的，感应道教。而我们发了菩提心，就是要从
为众生服务做起啊。啊，众生有很多的需要啊，不用等到众生求我们才去做，看到有需要就做了啊。那随着自己的缘分啊，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缘就怎么做。比如说啊，你在道场里面服务啊，道场就是你的缘呢，那你就尽心尽力的把你的这个义工的工作做好啊，擦个地，把这个地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打扫这个佛桌啊，做香灯，我就把这个香灯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啊，而不是这个香盘上全是灰。这香灯工作就失职啊。那香炉摆得七扭八歪，那个佛字要摆得正中央啊。那这点心啊，你都不去用心，那你菩提心在哪里体现？所以敬佛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就是敬人敬事敬物。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本来成佛，那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佛，你不尊重成事，你还别找一个什么样的佛呢？找不到。金刚经上说的太好了，若人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你把眼前的众生舍弃了，啊，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你去找一个佛，啊，以为那个佛就是32相80种好，啊，那个佛就是用音声跟你说法，那就是佛吗？金刚经说你是行邪道了，你见的不是佛，是见魔了，不能见如来。不见如来见什么？就见魔了啊！要知道你怎么去见佛，就用你的菩提心才能见佛啊！所以我们在啊僧团当中，在道场当中一起共住，要学会啊恒顺众生啊，把自己的我执我见彻底啊放下。你不放下我执我见，你怎么可能恒顺众生啊？你肯定会跟众生啊起对立起冲突。比如说僧团啊，僧团是叫丛林啊，就像树林里面各种树木啊，各种类型的树木啊，各种形状的树木长在一起啊。那我们在这一起共修，就要啊有个规矩啊，那大家都守规矩，哎，这个僧团一定就和和啊。那这就是随顺众生啊。啊，假如我行我这套，不肯随顺僧团的规矩，道场的规矩，不管你多有理由，不管你多正确，都已经错了。为什么呢？没有随顺众生，就破坏了僧团了，破坏了道场。啊，再对的都是错。啊，为什么是错呢？佛法里讲的，你我执增长，你不是啊在断除我执，你反过来增长我执，那就是增长六道轮回的业，这不就错了吗？
大错特错了。啊，只是说我是对的，人家是错的，本身就错了。所以以前老和尚说的好啊，人家错了也是对的，人家错了也是对的，自己呢，对的也是错的。这个两句话你们好好参呐。啊，为什么我对了还是错了？你执着自己对，就是我执，我执就错。啊，所以菩萨修行就是要在随顺众生之中消融自己的我执我见，这轮回才有出奇呀！啊，所以众生都是对的，纵然你看他做错事也是对的，那他业因果报啊，过去有修的不善因，他现在肯定是啊，遇到缘他就做错事吗？必然如此嘛，对的，不这么如此就不对了啊，这是对的。那谁错了？我错了。为什么我没有做个好样子去感化他？我错了啊。那如果还要跟众生对立啊，那自己就错上加错了啊。所以令众生欢喜，则令如来欢喜啊！啊，在帮助饶益一切有情众生的时候，啊，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放下。啊，帮助众生不执着自己的功德，做到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就是讲，我在布施给众生的时候，没有我这个布施的人的相。啊，能布施的人没有。啊，所布施的众生，这个对方的相也没有。啊，布施中间物啊，给钱也好啊，给四时供养也好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不执着，这才是功德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做这种善事的时候，心是清净的，清净心才有功德啊。没有了清净心，纵然你在做更多做啊，再多的善业，那只有福德啊，三界有漏的福报，没有功德啊。所以过去梁武帝佛门的大护法，修建了480座寺院啊，供养十几万出家众啊。达摩祖师到中国来拜，就跟他见面啊，梁武帝自我炫耀啊，啊，大师你看我功德大不大啊？达摩祖师给他一盆冷水浇头，并无功德啊。为什么没有功德？他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心就不清净，啊，所以就没有功德，啊，但是他是有福德，将来啊，甚至可以升天，享天福，不过天福享尽了，还要堕落，还要搞轮回，啊，哦，为什么？他出不了轮回，就是因为我执没放下啊，布施给众生还执着啊，我在布施啊，还要执着众生要感念我的功，这个恩德啊，众生要报答我，要恭敬我啊，我才欢喜啊。要是我为众生服务啊，给众生布施，众生要是不感我的恩德，我心就不欢喜，就生气啊，
这就是具足我相、人相、众生相。啊，那就并无功德啊。啊，所以啊，这个饶益有情啊，也不着饶益有情的相啊，尽心尽力的为众生服务奉献啊，不求人的回报，不求人知道啊，古人所谓的但求天知，不求人知。实在讲呢，求天知也不需要。啊，天呢，人呢，都不需要知。这是我本分事该做的。尽心尽力的去做，做完了就放下。啊，心里啊，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一尘不染。这就是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三界的业就束缚不了你了。啊，这一点你看儒家孔老夫子都能说出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以君子的境界也是不简单的，用佛法来讲，他也是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才成为君子。为什么呢？君子做好事啊，为众生啊，人不知，他自己不愠，不愠就是他自己不会生气啊。愠是微细的嗔恚的念头啊，他没有发作出来，叫愠。就心里有不高兴啊，那发作出来了，那就是发脾气了，那就叫怒了，不叫愠了啊。愠就是心里有没有发作啊，连心里的这种不平啊，这样的一种嗔恚的微细的念头都没有，这叫君子啊。所以我们修行人啊，如果连个君子都做不上，那真的要惭愧啊。啊，那你还谈什么往生啊？那就是这个《无量寿经》啊，这里面啊所批评的，富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指深重，求出轮回，众不能得。就是这个，你饶益有情，就是种诸善根，做大福田了。啊，大福田，福田有三种啊，啊，孝养父母，这属于恩田，啊。供佛及僧，这是属于敬天啊，救济贫苦病人，这是属于悲天。三种福田你都啊很努力的在种，但是取向分别，情指慎重，就是计较啊自己的所做的福德啊，希望大家都赞叹我啊，表扬我啊，做了不赞叹我就不高兴了啊。那么人家要是不感念我的恩德啊，我心里就生气了。情指慎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啊，这话就是啊，给我们当头棒喝。下面又说，若以无相智慧执重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你看，相反来讲啊，你饶益有情要用什么呢？无相智慧
就是《金刚经》所说的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离四相而行不是啊，这样的人啊，就是身心清净，远离分别啊，他的身心清净啊，清净心当中没有人我是非啊，那么不认为自己是，也不看人家的非，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人家纵然对我无礼啊，对我苛责啊，这是什么菩萨来教化我啊，我怎么能对菩萨起忤逆心呢啊，我自己是凡夫啊，啊凡夫啊，只有谦虚受教，绝不敢好为人师啊，绝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人，这就是远离分别的啊。那么这样来求生净刹啊，往求生极乐世界，决定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啊。这个解脱就是想成佛啊，所以饶益有情所作善根，这个善根是以无相智慧饶益有情啊，这就是增长善根啊，惜施与之令得安乐啊，众生有任何需要，只要自己啊能够办到，一定啊全身心来供养啊，令他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样的修行就是菩提心的落实。啊，不能口头上成天到晚在发愿啊，但是一到啊该落实的时候啊，退得比谁都后啊，这就错了。下面第六是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啊，这个啊跟前面啊昼夜相续求生彼刹相呼应啊，这也是印光大师所说的具足信愿的具体表现。啊，你说你具足信愿了啊，真的吗？那看你的行动啊，你有没有常常念佛忆佛啊，口头上说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但是呢叫你去念佛啊，就找出种种理由不肯来念了啊，那就不算了，这个真愿可能信都不真啊，所以这个念佛是善众之王啊，我们要好要修行啊，这个意念两个字，意着重在啊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的思维啊，那么具体来讲就是啊一起研究学习无量寿经啊，因为无量寿经就是讲的啊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啊，就是让你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啊，然后其余时间呢
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名号，这叫念。啊，意是用思维，念呢就不用思维了，就一句阿弥陀佛，啊，专心致志的口念耳听，啊，摄耳谛听，不落思维，啊，也不要去想这个无量寿经经文怎么说了，啊，不要这个时候就不想了，啊，上课的时候专心致志的听，啊，跟着思维，下了课了该念佛了，把这个思维也放下，就专心持名，啊，这就叫意念西方阿弥陀佛极彼国土。啊，我们持名，啊，名号功德就包含着一正庄严，啊，一报就是，啊，极乐国土，啊，正报就是阿弥陀佛，啊，一句佛名就收摄尽了，啊，就像谭鸾大师讲的，啊，就往生论里面讲，啊，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啊，一法具则清净具，清净具则真实智慧无畏法身，啊，三种庄严就是佛庄严、菩萨庄严还有国土庄严，总共29种庄严，啊，往生论里面讲，啊，往生论就是天清菩萨的无量寿经心得报告，啊，他学习无量寿经的这个啊这个论，啊，那这三种庄严就入到一法具，一法具就是清净具，那这一句就是阿弥陀佛名号，这句弥陀名号就是真实智慧无畏法身，念佛就念到了自性啊如是功德庄严。这阿弥陀经啊，这个多次的就讲啊，舍利佛啊，极乐世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如是就是讲自性啊，自性功德庄严就是如是功德庄严，这个如是真如啊，本来具足功德庄严，是呢以阿弥陀佛的愿力及我们的念佛之心感应到脚，就能成就极乐庄严，所以称如是啊，如是性德，事是修德，修德成就合于性德，就叫如是，成就了极乐世界功德庄严啊，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我们能够持，就是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这样的人底下说，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这就是讲妙果，前面修的是圣因啊，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我们要信这个啊。藕益大师讲六信当中有两条，信因信果，就要信，把这一品经文信足了就是信因信果啊。那么你能够按照上面啊六个方面去修啊，能够闻持本经啊，这是第一；第二，能够一心求生；第三，能发菩提心；第四，延迟境界；第五，饶益有情；第六，一比一正。如是的修行，你这个人命中如佛色相啊，那你呀，生无病苦啊，你这个啊色相端严啊，
自在往生，而且现出种种庄严瑞相。啊，就像西方发愿文啊里面所说的，啊，阿弥陀佛与观音世智诸圣贤中，放光接引，垂手提携，楼阁床幡异象天悦，西方圣境昭示目前，令诸众生见者闻者欢喜感叹，发菩提心。这就是种种庄严啊！我于尔时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升极乐国，七宝池内圣莲华中，这就是圣宝刹中啊！西方发愿文啊，非常的好啊！如果大家每天都能够在佛前诵一遍啊，对自己的这个信愿的策立啊，有很大帮助啊。这个文我们过去啊，去年九月佛期啊，在香港的海鲜佛期当中详细讲过一遍啊，是莲池大师原著啊，他也有个解，再加上十一祖沈安大师有个注啊，合在一起讲解的啊，他可以说是无量寿经的落实啊，就是发愿嘛，西方发愿啊，所以那么升到极乐国土了，这是讲了上品莲台化身啊，因为第一类的人可以说是上品啊，上品因得上品果，那么一升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悟无生人啊，速得闻法永不退转，你就见到阿弥陀佛给你说法啊，一说法你就悟无生法忍啊，正得这个啊圆正三不退。那么这是讲的第一类的人啊，那么经中讲的这个是理，下面呢啊我们把一个事例给大家说一下，让大家知道啊这种模范有所啊效仿。讲谁呢？就讲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就是属于这第一类人啊。印光大师从小出生在书香门第啊，他的母亲非常的贤淑慈和啊，母慈子孝啊，印祖啊也是这个从小极为孝顺啊，他们家教非常好啊，素为乡里所推崇敬仰啊，所以可见的啊，一个祖师啊要培养，那要从家教开始啊，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啊同学啊成家了，就希望啊将来啊能生出一个贤孝的儿女啊，甚至还跟我有约定啊，说将来这儿女长大了啊要跟我学习啊，那你现在就要好好的教，从哪里开始呢？从胎教开始啊，胎教是一个人教育的一半啊，先天的教育，出生以后是后天的教育，是另一半啊，所以做母亲的就要啊，首先啊要啊修善修慈啊，要严持戒律啊，要养成温和善良的品性啊，所以印光大师啊，啊，那么也是因为在民国初年，这种所谓新旧的思想的更替的时候，啊，印祖就啊力推传统的教育思想，啊，尤重于女德教育，
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多次强调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齐家治国的根本在哪儿啊？教育女孩子，这个一般人想不到吧？你想想，真的是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从小从胎儿一直到出生到长大，母亲跟母亲相处时间多，所以母亲的品格直接影响到子女。这个人将来是不是贤孝那么取决于母亲的教育，主要是母亲的人格教育那所以希望将来国家出多的贤才或者佛门里面出贤才龙象，那现在呢最重要的抓好女的教育，把女孩子教好，他们将来才能够生出贤孝的这些人才。所以印祖又说，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所以在好多年前我就鼓励陈静宇老师讲女德的课，当时没有人敢讲这个课我是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个率先讲了这个女伦女女四书之中的一本这是八年前讲的那时还没出家讲完之后我就鼓励陈静宇老师继续往下讲因为后来我就出家了嘛出家了那就还是讲佛经为主但是女德教育却是至关重要，这是扎根的陈静宇老师这么多年也是难得不遗余力在推广讲解这个女德课现在听她的课的人也很多这个尤其都是女众都听得很欢喜对改良社会风气确实是有大帮助这个课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讲靠一个两个人力量不足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推广女德教育希望都能够这个这些母亲养出像印光大师这类的人物那么印祖从小就读儒书所以儒家的根底非常深厚我们再看古来祖师大德哪个不是这个传统文化儒道这些根功底深厚我们也前面讲过偶一大师的生平大师12岁习儒就已经深得孔颜心法所以儒和道是佛法的基础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想要令佛法兴，必须先令传统文化复兴所以我们这里的沙弥克包括有几位年轻的比丘也发心来学习传统文化，从弟子规学习从太上感应篇学习这是扎佛法的根，这个非常重要，没有这个根你修不上去就像建高楼，你没有地基你不可能建起来建得高了就会倒了所以印光大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还真的是得力于从小的家庭教育那么当然自己也有素世的善根，好学苦修那么后来21岁
毅然出家，投终南山莲花洞，啊，道纯和尚出家。我们知道终南山是道宣律祖的律宗道场，啊，那印祖选择到那里，一定是好要戒了，啊，出家确实应该选择一个持戒的道场，啊，出了家之后，啊，扎好这个修行的根基，啊，那么后来，啊，这个印祖啊，在湖北啊竹溪莲花寺参学，担任那里的知客，啊，那么还任财头水头，每天呢给寺院40多位出家众啊挑水，一个人挑，啊，挑水烧水他一个人干，啊，做苦力，啊，而且还做库头，啊，库头是什么？就是管仓库，啊，大寮，都是干的苦力活，啊，所以真想要修行，你要学会修福啊，啊，僧团的这些执事工作，我们勇于承担，这就是会修福，啊，那你会修福，福报足了，修行自然就顺。啊，所以印光大师，你看，他虽然是出自于书香门第，是读书人出身，但是他啊，勤于为大众生做苦力活，啊，这是祖师菩萨的示现，啊，那么就在这个寺院当中，偶然看到了《龙书净土文》残本，啊，就。看了之后啊，非常欢喜，啊，对净土升起无上的信心，确信呢、啊，净土一法圆盖万恒，普摄群机，啊，就开始修行净土法门。嗯，21岁就开始，一出家就修净土，啊，一生都没有改过法门，啊，真的是专修专弘，啊。所以相传他就是大势至菩萨化身，从他的行医来看一点没错，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就这一门，啊，以念佛心悟无生人，啊，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啊，就是这一门，啊，这里就说到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你看啊，龙书就是宋朝的啊居士大德王龙书，他有一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叫大阿弥陀经，嗯，他是历史上汇集无量寿经第一人啊。印光大师对王龙书啊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认为王龙书是化身大师再来，啊，那他也是因王龙书得度，啊，看了《龙书净土文》之后开始笃信净土，啊，所以后来印祖有啊印这个《龙书净土文》啊，印了很多，啊，用他的红画社啊来印，啊，还给这个《龙书净土文》作序，啊。盛赞王龙书居士大德，啊，那可见的印光大师不会是反对汇集本的，啊，如果反对汇集本，不就矛盾了吗？这边还赞王龙书，那边还反对他做的事儿，那不就是矛盾吗？啊，印光大师只是反对随便汇集，啊。而且在汇集之中添加自己的意思，这是不对，不是说反对汇集本，啊，那王龙书的汇集本确实有添加了自己的意思，啊，但是添加这个意思呢，啊，不会影响到大局，
啊，不会是误导众生。而汇集本文辞简练优美，所以广泛流通。啊，大阿弥陀经自从汇集之后，宋朝以来到现在流通的都非常广。啊，莲池大师在注解阿弥陀经书钞，啊，偶一大师注解弥陀要解，优希大师注解弥陀圆中钞，这弥陀经三大部都是采用王龙书的大阿弥陀经这个汇集本。那如果这个汇集本不应该，那这些祖师大德那都是错了啊，不可能这样啊。当然汇集本有瑕疵，祖师也指出来了啊，为后人指出瑕疵啊，那么但是保留它的好的，就让大家能够啊取其精华啊，避免的瑕疵啊，不是反对汇集啊。但是到夏莲居老居士汇集呢，这个本子就完善了，没有丝毫瑕疵。这是无量寿经的最善本啊，只是可惜印光大师没看到啊，就往生了啊。如果看到了，我相信印光大师一定为这部无量寿经做印证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老和尚来印证啊，老和尚一生也是专修专弘净土法门啊。那么印光大师啊，延迟戒律啊，还没有受大戒之前就延迟戒律啊。从一个小例子可以看到，他在做库头的时候，那就是广仓库啊。啊，常住的这些糖果食物他用手拿了之后啊，黏黏的，上面有一点这个糖渣啊，他都不敢用舌头去舔啊，因为用舌头一舔他就怕是犯了肠道常住物啊，这是非常微细的啊。那从这一个小事你就可以看到啊，他真的是延迟境界，就是无量寿经里讲的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那么大师22岁就受具足戒，在受戒期间，因为他是读书人啊，能写字，所以常住就安排他一个工作啊，那么让他呢做文书啊，就做抄抄写写的工作，工作量很大啊。而印光大师从小呢眼睛有疾病啊，这是他自己说，过去曾经谤过佛，所以感得啊这个眼疾啊，所以如果用眼睛太久了，眼睛都会很痛啊，甚至会流血啊。但是他为了常住啊，奋不顾身的来做啊，这就是发菩提心的表现，毫无保留的啊，绝对不会说啊，哎，常住给我这么多工作，我还要念佛呢，我念佛都没时间了啊，我还要修行呢啊。印光大师没有，那他能不能念佛呢？一样能念佛。他就在抄写字的时候啊，就每写一字念一句佛号啊，啊，抄得很晚，勉强支持啊。而且这个到晚上夜更啊，这个夜深人静大家都睡了啊，他就起来自己坐着念佛啊，写字工作都是心不离佛啊，心中暗暗的求佛来加庇啊。所以受具足戒戒期圆满的时候啊，他全部常住的工作都能够做得很圆满，而且呢他的眼睛就好了啊，这是佛力加持
啊，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就是经中所说的啊，它是昼夜相续，求生彼刹，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啊，大师真的在干啊。那后来大师26岁去河北红罗山资福寺，就是净土宗12祖彻悟禅师的道场啊，在那边参学，除了念佛以外，他历任多种执事啊，在云水堂啊做事啊，这是所谓的啊这个打扫客房啊，服侍客僧啊，还有做香灯啊，香灯是佛的侍者啊，都要起早贪黑啊，起得比别人早啊，上早殿之前都要把这个大殿呢打扫得干干净净，上好香，点好灯啊，然后还要打板啊，大家才起床，所以他至少起早半个小时以上到一个小时来做这些事情啊，一般要提早一小时啊。那么还有做燎原，还有做藏主啊，就是管书库图书馆啊，工作量很大，一个人身兼数职啊，为藏主工作服务啊，绝不自私自利啊。那么他在工作中念佛，念佛不爱工作，工作不爱念佛啊。那么因为有做藏主的因缘啊，他就在有空的时候就读大藏经啊，这都是充实自己的信愿啊。理明则信身啊，愿切则行转啊。为藏主服务就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细施与之，令得安乐啊。他为藏族工作，大家大众生就安乐了吗？啊，工作没人做就不安乐了吗？那后来啊，大师30岁就到北京龙泉寺担任行堂啊，专门给大众生啊打饭打菜做行堂啊，那么自己韬广养晦啊，效法古德，每于彻悟之后啊，都是呢路程建议潜修密政啊，就是沉潜下来为大众生做下贱的活，建议啊，义就是那个苦役啊，苦差事啊，专门为大众生做苦差事啊，自己潜修密政啊。所以这个道场里面呢啊，这个看到很多啊大寮出祖师啊，那些祖师大的啊，真正彻悟了，他们到哪里呢？到大寮，到最苦的地方啊，人家都不喜欢干的活他来干啊，为大众生服务的过程中消磨掉自己的这些烦恼习气啊，这叫悟后起修啊，自己呢远离名闻利养啊，折服烦恼习气，长养圣态。那后来啊，因为他精于教理啊，又能苦修啊，所以大家啊就把他请出来给大家讲经啊。那么他只讲了啊一部经，是什么呢？阿弥陀经要解辩门抄啊，他就讲过这一部啊，一生他就讲过这么一次啊。
三十几岁啊，那时候讲的啊，因为他老人家啊是陕西人啊，有这个比较重的口音啊，所以他呢不以这个音声来弘法啊，所以讲完经之后他就闭关了，闭了两期六年啊，每次三年啊，在官房当中阅大藏经啊，念佛啊，那么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啊，对外呢就自称常惭愧僧啊，那人家用他的文章去发表啊，他署名都是常惭啊，就常惭愧。那么后来啊，这些大德居士发现印祖的这些文章啊，还有回答信众的书信啊，都是契理契机啊，把佛理讲得非常精辟啊，又通俗易懂，所以都把这个文抄啊拿去发表流通啊，所以印祖的法源一下就殊胜起来了啊。那么印光大师啊也直下承担弘法利生的使命啊，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啊，这里讲到凡有请意，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时事时理，纯纯启迪，使其深生警悟，以利为人处事之根基啊。所以他弘扬因果教人啊，这是救世唯一的良方啊。那么戒律跟因果啊是密切相关啊，实际上戒律就是因果啊，不信因果不可能持戒啊。你知道犯戒就会有因果，纵然犯比丘五篇的小罪都要堕地狱九百万年，那你还敢犯戒吗啊，深信因果必然不敢犯戒。那么尽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遵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啊，教人信愿念佛。换句话说，印光大师一生的教化主旨就是因果还有念佛啊。那因果也就是讲劝人持戒啊，叫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所以印祖跟偶益大师可以说是完全一条心啊，就是提倡持戒念佛啊，这是他老人家一生教化的主旨啊。那么后来苏州灵岩三寺曾达和尚为了重振道场的风范，就特别去礼请印光大师啊，到灵岩山来啊驻席啊，来光大道场啊。那么印光大师来了之后，先呢从这个定立四规开始啊，定立规矩啊，建立十方丛林啊，把灵岩三寺建成十方丛林道场啊，就是有别于子孙庙啊，道场是传贤不传法啊，传贤德之人啊，由贤德之人做方丈主持啊，做执事，而不是传法。这个法就是说那个法派啊，你是我替的，你是我的这个子孙啊，所以啊就由你来继承，这就是传子了啊，变成子孙庙啊。这个道场啊，那做成十方丛林，才真正是恢复佛事的方规。
所以印光大师啊，守定了皈约五条，而且亲自审核灵岩三寺的四规啊，那个四规我们这里有啊，我是特别到灵岩山啊请回来的啊，大家有空也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后面图书馆啊就可以看到啊，网上也有可以下载啊，要管理道场，这是一个非常完善周全的啊这一套规矩，印光大师钦定啊，那我们就要以印光大师当年灵岩山寺这样的一个道风作为我们的楷模啊，来定这种啊十方道场的啊风范。那么印光大师也是啊啊，凡有善事无不尽心啊，那么他的法缘殊胜，弟子很多啊，所以弟子们承传他慈悲济世的胸怀啊，建立了很多啊像放生念佛道场、佛教慈幼院啊，组织到监狱啊去感化犯人啊，这个啊深圳啊第二看守所啊，就是监狱第二看守所啊，之前请过我去讲课，现在又想去请我去讲啊，这个啊以后有姻缘还可以去一下啊，等等赈灾救济的公益活动啊，这都是饶益有情啊。那么最后到80岁那年预知时至啊，那么端身西向正坐，在念佛声中安详舍报啊，这就是啊啊，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啊，印祖，这是第一类往生正因的啊好样子啊。我们啊，尤其是出家众啊，应该啊啊以印光大师做楷模啊。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谢谢大家。